局武术运动管理中心、中国武术协会主办，河北卫视、深圳市共信营文化体育发展有限公司承办的 FM 新天下中国自由搏击职业联赛。我是主持人常子阳。那么我们的比赛正在通过格斗世界、爱奇艺、今日头条、长城新媒体、新体育频道进行同步的在线直播。好了，那接下来呢，这个比赛又将会来到我们中外对抗赛的战场。这是一场70公斤级的中外对抗赛，对阵双方会是谁呢？来，先来认识一下本场比赛。蓝方选手曾获得 FF 世界赛区71公斤级金腰带，斩获2016 FF 年度盛典71公斤级世界冠军。回国后受到种族歧视，他就是来自阿塞拜疆的魔鬼肌肉人。有请蓝方选手登场。蓝方选手年龄27岁，身高174公分，1米174公分，职业战绩38战33胜12KO。曾获得2016年 FM 新天下70公斤金腰带，他就是来自阿塞拜疆的拉马尔阿兹拉勒夫。新天下中外对抗赛的比赛，由中国名将徐溜迎战来自阿塞拜疆的好手阿兹拉洛夫。我是现场解说叶晨，我是宋杰。徐溜呢，咱们都比较熟悉啊，这两年的成绩非常的好啊。去年我是在这个格劳瑞的八人战上。他是战胜了所有的好手，最后拿到了最后的最终的冠军啊！手拿高啊，手拿高。但是他拿那个八人赛冠军是中国区的，中国区的，对，全是中啊。但是也有很多好手在里面，像张文胜啊、冯磊啊。好，比赛开始。我们看看，这是徐州队这个拉马尔。他这个阿斯拉马尔呢，他这个身高臂展上面呢，徐州还是有优势的。但拉马尔的拳很重。看拉马尔拳非常快，对，因为拉马尔在这个2016年 FF 新天下世界金腰带啊，他拿到了啊，为此呢还得到了总统的召见。那欧洲选手我们感觉他们的拳法都很突然性很强啊，启动很快，爆发性很强，主动爆发力很大，不要等他啊，有距离你要出，不要管。但是毕竟徐州参加过这个 Glory。比赛，并且和这个马拉特打过比赛，马拉特打满了3个回合，是啊，
尽管那场比赛输了，但是说明他和世界顶级高手比赛里面，能打满三个和九步，说明他还有实力、抗压能力，包括技术。徐州得要用腿法来限制一下拉马尔的这个拳法，拉马尔拳法很有特点，特别他的直拳的力量非常大。动作，我们就从这个拉马尔的上肢力看出来，他的拳要好。你看勾拳，一看这练过拳，很多选手的勾拳打下巴，往往会这个是杀伤力非常大。刚才已经上勾拳，所以徐州要用自己的腿法和拳和这个膝法去控制对方。往前，这两位选手的自由搏击的这种理解能力和我们还是不一样的，不一样，对吧？他们拳腿的控制有节奏，虚实的一种变化，而我们这打联赛的这年轻小伙子，就这他没有虚实的，硬硬的打，这高手对招，你看纳马尔。现在徐州一直在顶着打，一定要顶出来。不能联系啊，只能一次，只能一次。啊，这是不能联系的。吸的进球，你看和我们的不一样吗？不一样，我们都是固定然后一个吸，他是我在运动过程当中直接吸撞，这就典型的欧洲踢拳啊！进去往东边找，走，欧洲踢拳的方式，不要等他，非常干脆，你看马上顶吸，走，很实用啊！他这就是吸撞，这是一种进攻战术，简洁实用啊！对，他也没那么多动作，固定顶吸，直接就吸撞。所以我们说，不管电视机前的，包括现场的，我们打联赛这些年轻的运动员，你就看这个阿帕拜疆的拉迈尔的，他这种进攻的组合，拳腿的运用上，还是真是值得学习，真是的。你看，我连这一下反击，一闪，我也不用挡，一闪，啪一个反击，对，而且是压哨啊，第一回合的比赛打得非常好看。徐溜呢这场比赛是遇到强手，双方的第二回合，走，粘住，非常的简练实用快速啊！他的拳也不是特别重，但他技术运用的非常的合理。你看，这边是吧？后面的，后面的，你就看他的拳腿的杀伤力，是吧？也不是那么硬啊！哎，进攻完了进来以后又。推开扫地，他的这种切套是用的很合理的，我控制你。高手以后下面马上有一个顶膝，又是正蹬，正蹬用的非常多，两记正蹬，然后就出拳。正蹬的目的是限制你，不让你近身，我做一种调整再打进去，为他后面拳做准备啊。接腿了，都来吧，几次？来，走，你看，上来正蹬，他的正蹬真是为他后面。就是有动作，他正蹬完全是给他的后边的摆拳做一个连接啊，做个连接。走，完机会啊，走来粘住走。哇，这时候徐州就显得很被动，摆拳之后马上上一个顶膝，啊，确实。
干净打的，你看，又是一个又一个上勾，上勾加摆拳。而我们反观这个徐峰在今天的比赛里面，他就是有硬度有力量，他在技术上不如这个拉马拉马，拉马打得很清楚，啊，真是这种欧洲之前的实用的实战的打法，哇。徐峰有个特点，有硬，看看，徐峰扫踢的这个伤害力比较大，杀伤力比较大。哇，又是个摆拳。那么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们就觉得红方选手这个徐峰啊，加强你的前扫踢的力量，这还是一种重要。哇，又是一勾拳。徐峰腿法，徐峰得防对方的勾拳。哇，这局打得有点懵啊。对，很好。徐流的力量上是有，还有点有力手足啊。所以我们这些运动员，你看看这拉马尔，他的正蹬这个动作很合理，他是秒，我是防御，但是他给后面的拳法做出铺垫的。对，他的摆拳有特点，有特点。哇，这场比赛确实让我们看到这种高手过招啊，确实打得漂亮。脖子有吗？你累，他也累。没有什么多余的动作，只能小心。推开扫地，扫地，对，扫地，扫地。
两边的扫踢，中段扫踢。我们为什么说这个拉马尔的这个体能下的原因？因为他出全腿的力量已经变形了，对对方的杀伤力下去有限了。他没进了，徐哥就这样打是对的，因为毕竟徐哥年轻是吧？他只有23岁，对方是27岁，他有体能的优势。啊，现在看来拉马尔已经很累了。他也开始主动搂抱徐溜了，他动作已经变形了。啊，这个牙托到点住了，你也没有。拉马尔也是很聪明啊，这个时候他想喘息一下，老将啊。贴靠目的是消耗对手，我也不让你打我，做一种体能的缓冲。哇，加油！走！但这场面上还是拉马尔伸出手控制你，这是不是要加强腿的进攻？要加强腿的，但是进攻对，少踢，多出腿，打头上，打中段的腰和腿，对，就是打中段少踢。拉马尔的正踹。效果的，要加强的扫踢，才有杀伤力。现在拉马尔是都没力了，这个扫踢是有效果的。哇，这是听到这是小动作，这小动作，小动作。现在徐刘也是，还有最后十秒，最后的十秒啊，双方都没体力了，踢到最后了。时间到。哇，这场比赛确实好看。今天的这场比赛里面，徐东他的腿法在后段段才出现，有杀伤力。特别是第三回合。那么在前两回合里面，那么拉马尔的拳离腿和你的衣服的组合，还有膝啊。28-29，蓝方阿斯拉诺夫获胜。我们要有请到的是 FM 新闻天下中国自由搏击职业联赛赛事总监于佳婷为选手颁奖。